做地点评估。这个速度是可以调节的，是吧？对，翻转的速度那些都可以变的。混动瀑布。刚刚好像你知道吗？不你们定的这个量是多少的？灌装的量，灌装量在自己可以调的，自己可以调多少克多少克？对，40。那我这次应该差不多，应该是40。40是吧？嗯，它自己调节的，但是。